甲万爆吸血猴，先看卖家秀，给你们表演一个吸血奇迹。不是猴哥，你这15000的暴击我就先不说了，你这个一进的护盾怎么比我脸皮都厚啊？要就你小子叫难则是吧，忽略忽略，你不是很狂吗？你个败家唐僧反应倒是挺快，你最好别让我逮住了，你个小瘪三马可尝尝我的大棒子。你家出来妈的了还敢来，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，俺老孙发现你们都被国服刘备误导了，其实都是猴子克制刘备，只不过是你们的这种常规出装太垃圾了，没伤害没续航，你要怎么猖狂？为了重铸花果山荣光，我刚刚在厕所里和八戒开心了3秒，一起研究了一套万爆吸血流 Monkey 出装铭文。不是猴哥，你这口味多少有点独特了吧，你这金箍棒可大可小，八戒可是要遭老罪了呀。再说你们两个猴头猪脑的研究的出装铭文行不行啊？放心吧，俺当年大闹天宫的时候用的就是这套出装铭文，我看你骨骼惊奇就不跟你谈钱了，20元给我上车。好好好，都这么玩是吧，20米价格还行，直接拿下，花钱的坑我来踩，免费的关注你们点一个吧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测试。这是他的出装铭文和面板属性，攻击力非常高，前期的刷野速度还行，3棍打完一个蓝，56秒直接出野区，后期这个续航确实还可以啊，找个人来试一下伤害，就刘备吧，看他那么猖狂。我去，这伤害完整的出装铭文我已经放在下面了，想要拿捏刘备的给我冲。